45天的小猫可以送人吗？45天的小猫可以送人，因为这时的小猫正好断奶，已经可以离开母猫，以羊奶或者奶糕为主食了，并且45天的小猫已经可以自主排便，也能够进行驱虫和注射第一针的疫苗了，使得小猫的抵抗力较之前已有所增强。其次，45天的小猫对之前的环境感知能力并不强，因此能够很快地接受新主人，但需要注意小猫可能产生的应激反应，最好不要送得太远。